试试看吗？非常好，伸出手出来。平常这个是收费的，今天免费，真的，真的第一次免费。哎，两个拇指伸出来，这个叫做拇指锁，跟平常的手控手铐不一样，平常手铐是靠这边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靠拇指也可以，靠拇指也一样的，你把两个拇指伸出来。慢慢对这个洞放进去，对，非常好。来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轻轻的，哎，痛跟我说，痛了，就痛了吗？试试看，尝试挣扎一下，看能拿出来吗？按道理是不行的嘛，因为人的这个骨节的位置会比较粗嘛，就好像你扣这边一样的，拿不拿出来？对不对？而且你其实你这个的话，我刚刚按一点点你就说痛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真的要扯的话，扯过皮应该还有点机会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免费玩的，钥匙才是收钱的，500块钱一条啊！先生有兴趣吗？可以走了。放心，这个时候也不到500块。你可以走啊！今天第一次免费了，免费吃完了哈，帮你开开卡了哈。好，大部分开不了。就没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现在才开始，刚刚被人家压得痛吗？这痛不痛？被我压的。报仇的时间来了，报仇的时间来了，尽一只一只来了，尽情的压，按下去，对，按下去，两臂是，尽情的按，尽情的按，你爽就开心，开心就好，再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啊，再大一点啊，你觉得够紧了吗？好，非常好，再来。非常好，来，你看到肉都已经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刚刚是不是不能拿出来的吧？肉已经挤出来。好，第一个魔术效果很快就会发生了，大家看着我的拇指，慢慢的前面它就会有肉色变成紫色，然后最后变成黑色，因为血液不通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看到这里有丝巾吗？帮我把丝巾拿起来，吊饰先拿开。对，你做个魔术师的做助手吧，帮我把它盖住，保持一个神秘感，对，非常好。夹清楚一点。盖好。第一次做魔术师助手，对吧？可能有点不太习惯，没关系。然后记住，我们这个魔术最重要的一个点呢，就是两只手一定在锁里面，对不对？在锁里面的话就没有意思。哎，朋友，你笑得蛮开心的，你有什么好笑的吗？来，慢慢合起来啊。哎，但记住。世界纪录，哎，我最喜欢魔术师就胡丁尼，逃脱大师嘛。对，世界纪录大概5秒钟左右。可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这个纪录，可是，在挑战纪录之前呢，我还有一个，对，我手机，那机器的秒数嘛，来，我清楚一下。哎，接下来的重点了，哎，再看清楚点，看你笑得那么奇怪，我还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你的帮忙很重要。世界纪录是五秒，我不想做5秒了，你想大概几秒？什么？1秒？哇，1秒有点难。稍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下。1秒钟的时间，来，一会儿你按下去之后，他一说1秒之后，你马上右手把丝巾拿开，可以吗？来，准备，1、2、3，来，谢谢大家。